朋友们好，吃饭，鸭肉。酸菜，小鱼仔，还有刚出炉的香肠，酸菜拌饭，听得上。酸辣青椒，尝尝吧，尝吧。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，吃饭，今天有这个腊肠，咱们自己家熏的腊肠，鸭肉，鸭头，
鸭胗。还有这小鱼仔炒豆豉辣椒，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，今天我们吃一个糯米笋炒腊肠。嗯，香，看着都香。这个是新满族的糯米笋啊。嗯，全部是笋尖尖部位做的，吃起来特别脆嫩。是的。然后配上这个腊肠，咱们自己家的腊肠给它一炒，特别特别香。对，新满族这个糯米笋的话，它的配料表就只有竹笋、饮用水、食用盐，全部都是嫩笋尖制作的。而且的话，它是那个啥，它是无法烤制的，所以说吃起来又嫩又脆，特别好吃啊。对啊，这样一袋它里面是248克，就可以炒一盘，炒五花肉啊，炒腊肉，炒香肠都好吃。嗯，来、就直接清炒，清炒都好吃。对，这样子大包装的啊，一袋加点辣椒，加点这个腊肠或者肉都可以，炒出来满满一大盘。哇，这太香了。嗯，我是不是得拿碗装饭了去？吃饭吧，吃饭吧。我拿碗装饭来啊。嗯、哇！Mm-hmm.